就是今天就把剩下那个 Nasty 跟那个 Project Five 的部分讲完这样子。好，然后 Nasty 其实最后面上面有讲，最后面应该是上一周最后面有讲到，然后它就是加五十这样子。然后会用到的地方的话，主要就是如果再一次打开比较多个 file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你是要开三个 file 之前，可能会写成三个 with open 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三个field 的里面的第一行对到第一行都串在一起，把自己 up 起来这样子。所以可能的写法的话，就是可以像这样子，就是直接用with open，然后一次放入多个context manager，就是像这个样子。然后又或者像我们上个礼拜一样，就是做成 nasty 的形式这样子，就是连续写三个这样子。然后只是如果我们有文件有很多个啊，或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要输入多少文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写法，因为它每个都要做S 这样子，要形成一个 context manager 的 object。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要自己写这个 context manager，然后我们这边会利用那个就是 context lib 这 module 里面的这个 context manager，然后我们会写成一个就是 generator 的形式。然后这边会就是标注说，开始 open，然后最后是 close 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假设说我们有一个清单，然后它会有把我们要的那个想要的那些 file 的名称放在这边。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是要开始做多档案的那个 context manager 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会写一个 for loop，然后再把那个我们要的 context 在这里面跑 for loop 做 open file 的这个动作。然后open 完 file 之后呢，我们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做就是它的 enter 嘛。就是去 enter 到这个 file 里面，所以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有很多个 file，所以我们这边会创造一个 enter 的 list 跟一个 exist 的 list，对，所以我们就会把这边 append 到这个 list 里面来，然后就这边就是有许多个，就是有这三个 file 的那个open 这个 context manager 的 enter 这样子。然后这些 enter 之后呢，我们再去做对，上面这个 here，然后这个 list comprehension 这样，然后就可以去 open 这三个 file。然后上面 open 完这些file 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做我们到列印里面内容的动作，然后又我们刚才生成的是一个那个 generator 嘛，所以我们要用 next 这个 function。好，然后因为它是 generator，所以它也是 iterator，所以我们它可能遇到 stop iteration，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做 try set 的这个方式。然后这就是给每一行做逗点分隔这样子。然后，当我们里面的内容都读取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关闭。然后，因为关闭呢，我们就要从最后一个file 开始关闭，就会像这样，这边也是从F3 先开，然后先关 F3，再关 F2，再关 F1。所以这边关闭的话，就是我们要从最后面开始关闭，然后所以就要给一个我们就直接用这个list 的这个形式来做，从最后一个开始关这样子，所以这边可以看清楚看到，就是它就 close file 3 file 2 file 1，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关闭的时候，就是会遇到那个 exception 的部分，然后会给，我记得当时是exception 的那个 value 还有 trace back 有点忘记。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自己写嘛，所以不用写那么正式，所以这边全部写 none 这样子。好，所以就把刚刚上面那些整理一下。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 enter 这个进来这个 context 每一个带有的 context manager。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会有就是写一个 list 给他，然后出去也要，所以会有一个自己的 list。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开始open file 把这些file 丢进来，然后因为我们要 enter 进去的话，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 enter function 去把 enter 里面所有 list 的那个就把可以进入这个 context manager。然后中间这一段就是做我们想要做的事，然后这边就是读每一行档案，每一行的那个档案内容，然后最后就是开这个档案，所以这边整个一起跑出来的话，就会像这样，就是先打开档案，然后再来就是跑里面的 file，然后最后去关上，从321这样关上。然后其实上述这一整个流程呢、啊，就是我们有 open，我们有 enter，然后我们有 do work，然后又有 exist，所以其实这整个流程我们也可以把它视成是一个 context manager，所以我们在下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class。然后就是把 context manager protocol 写进来，然后就是把我们刚刚的整理出来嘛，就是在 init 部分就把刚才清单 enter exist 放进来，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要的因为 enter 要 return value 嘛，所以我们就把我们 return 值直接放在这个清单里面，然后这边就是做 context，就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每一个 enter 的 context 放进来，然后这边要做 unpacking。好，然后这个就跟上面一样，就是这 context 进来之后，我们就去 open 它，然后去 append 到每个 list 当中，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 context manager 需要的当的 enter，然后就是每一个都去做 enter，然后 this 是这边就是exception type，然后 value 跟 traceback 这样子，对，就是跟之前的一样。所以我们就来测试我们自己写的这个 next context，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先用比较一般的方式，就把三个 open file 写进来里面，然后就看到这个没有错这样的好，然后我们实际要做的是读 data 嘛，所以就是三个 file 这样读进来之后，然后再去跑这个里面的内容，然后最后再去 close file。好，然后再来的话，我看一下啊。再来的话，这边其实就是可以直接把这个 context 写成那个，就是一个 list comprehension，然后用这个 list comprehension 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 unpacking，然后一样就可以，就是一次跑多个就是。因为我们上面这个是分开来做的，然后这边就是可以一次跑这个文件。然后下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老师有在上，老师在课堂上说，他觉得上面就有点不够弹性，因为我们在盈利的时候就已经要把所有的 data 都所有的 file 全部放进来了，所以。他觉得我们可以再写一个 enter context 这个 function，然后我们就可以决定说，我们在做这个 context manager 的时候，到底要放哪一些 file 进来，就是对，就是用这个 enter context 这个 function，所以我们就这边就把enter 的这个，就是他就把这个 enter 这边的这个功能独立出来写在这边，就是 enter 有一个 enter context。对，然后原来的 当的 enter 就是这边 en 当data en 不是 data enter context 有确定要 enter 之后，这边才会启动 enter 这样。所以它这边就是对这边 as stack 嘛，然后这边就用这个 enter context，然后这边
就是看你要放什么 file。所以老实说，其实在这边就可以写一些if else 的那个条件判断，就我们可以判断说我们这边的file 是哪些是我们要的，哪些是不要的，然后它就不一定会全部都一起进来这样子。然后那个 context lib 里面有一个叫做 exist state，所以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方式蛮像的，应该说一样吧，只是然后它还有多的就是它有做那个 exception 的部分，就是我们 exception 这边都没有做，然后它这边有帮我们做好，所以可以用这个 context lib 里面的 exist state，然后去做这些就是档案到底要不要读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好，然后 nested 的部分就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我就讲 project5。好，然后 project5 的话就是它老师提供两个CSV 档，然后也是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create 一个那个context manager，然后这个 Context Manager 能够有那个 Iterator 功能，能够让我们去 Iterate 这些 data。然后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做成那个NumTuple 形式，然后也能够要 NumTuple，就等于说之后要做成那个Generator 这样子。好，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先看一下这两个档案长什么样子。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两边的第一行都是header，然后这些 header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 NumTuple 的field name 这样子。然后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把header 都转成小写的形式。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哦，就是这两个 CSV 档的那个分隔符号是不同的，第一个是用分号，然后第二个是用逗号，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 CSV module 里面的这个 sniffer 点 sniff 这个 function 来做，然后它会回传一个 dialect 的 class，对，然后这个就可以分析 dialect，就等一下会讲到。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 import 这个 CSV 嘛，就是我们要用 CSV 这个 module，然后还有就是 intertools 这个 instance 等一下用来做。就是验证的时候不用去，可以不用读那么多的资料。好，所以这边来先来看，就是这个 dialect 的 class 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写这个 CSV 的 sniffer 的，然后这边就是放你要给它读什么东西，然后这边就是一定要输入足够的那个资料量吧，我有点忘记了，好像大部分会输1000、2000吧，然后去让它去判断说这个资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这边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会像是它这边就是 module 就是 CSV 嘛，然后它的它可以跟你讲它有什么，它是什么样的换行啊。然后这边主要的就是它有没有 double quote，哦，重要就是这个换行符号，它会跟你讲说你这笔 CSV 档是用什么换行。然后第一个档案的话就是分号，然后这个第二个档案的话就是逗号。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写成一个 function，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那个 context manager，然后我们要存成 NumTuple 嘛，所以就是从这边 import NumTuple。好，然后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啊，就是在 enter 的时候，我们把档案读进来，然后读成一个 CSV 档，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的 function 去判断说它的换行符号是怎样去做分割。然后分隔符号，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要做 header。header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直接 next，那个它的第一个，它的那个第一行就是第一个 row 就是 header，所以我们直接用的 next。然后因为我们还要转换成那个lower 都是小写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用 map 把两个 function 合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 main tuple。然后再来就是is this 就是对，就是把它关掉，然后 return false。还有就是然后因为我们要做成iterator 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downer iter，然后还有一个 downer next 的部分。然后 downer next 要注意的就是 close 的时候要看有没有那个 stub iteration。
好，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一样回传那个，就是里面的 data 就用 next 接下来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我们写的那个 context manager，然后就可以像这样子，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 goal one 的部分就做完了。好，那在 goal two 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它想办法做成一个 generator function，因为上面都不是 generator 嘛。所以我为了要做成 generator，我们就要用，就是要写成像这样的形式，就是写一个，我们放在 iterator 之后要把它 yield 起来这样子。然后，我们会用那个 context lib 来帮我们做那个 context manager，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context manager 的 decorator，然后去帮我做这个 context manager。好，所以一样是有 try finally 嘛，是然后再就是跑里面的一些资料。然后最后再去要它，然后接下来就整理啊，老师就把刚刚的那个 get dialect 的 function 放跟那个什么 iterator 的 function 我们全部包进了这个 generator 的那个 function 里面。好，所以这边也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始看，就是老师认为说这个 iterator 的部分就是。我们这边还要要的去跑这边这个那个 generator 嘛，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就是直接要的一个 generator，所以就会写成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直接那个做 numTuple，然后做读每一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this comparison 的 generator 这样。好。然后再来的话，就再更精简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get dialect 嘛，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做 sniffer，所以就是把这刚刚那个 dialect 直接放进 try 里面，然后这边就直接放进来，所以对，最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子那么简单的一个形式。然后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它这边会 read 的那个。每一次都会 read 1000行，所以这边要重新去做归零啊，就是那个 file 的部分。好，那今天就到这边。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结束了。对啊。那今天就到这喽。对，你上次跟我讲那个叫什么，就是。就是现代的后续。对，我这边可能只有一个同学可能可以，但他也没明确给我答案。然后有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或什么？我打算在那个现在的那个频道，就是我应该会直接在上面问，这 好，然后我再看一下。就到时候看到底有谁可以参与，然后跟大家一起决定时间，这样。那我们的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那个 part 的部分，就是 dictionaries，大家有想要什么时候？对的，大厂问什么时候开始？
要就是修，哈哈，好，不然还是好，我们在 Discord 讨论好了。OK，哦，好，那我们，那今天就到，在 Discord 上面讲，是吗？对啊，不然那个 Robert 也不，Robert 对，好。好，那我们在 Discord 上面讨论吧。那今天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先这样了，对，再见。谢谢两位，晚安。晚安。